做一个吹气式飞机。准备一粗一细两根吸管，先来处理粗的吸管，把它剪成一小段的，把其中一端用胶带给它封起来。下面我们剪一些三角形的纸片，把纸片粘到吸管上面，做成飞机的形状。有个小技巧，折下翅膀可以飞得更远哦。飞机的颜色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来制作。下面呢，只要把飞机套到细的那根吸管上面，吹一下吸管就会飞出去了。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玩吧，比一比谁吹得更远。